冇事啊，冇事。冇事，冇事，乜都冇啦。睇开啲啦，博士。冇梗啊，冇谂咁多啦。呢次冇啦，冇梗啊，冇啦。博士啊，冇梗啊，冇啦。博士啊，冇梗啊，冇咩事，我翻出去啦。冇啦，慢住。咩事啊？一系最衰都系你，搞到我公司要执笠。而家你开心啦？喂，博士啊。 系你话要咁做嘅啫噃，关我咩事啊？仲话唔关你事？一系都系你搵埋咁多客仔翻嚟，如果唔系啊，我就唔会攞埋你嗰百五个位啊嘛，唔攞人哋嗰百五个位啊，就唔会搞出呢单禁制令啊！冇禁制令，我点会执笠啊？咁仲话唔关你事？波士啊，你系波士，我系伙计啊嘛，我去拉多啲客翻嚟，你又话唔啱喎，如果我拉唔到客翻嚟啊，唔系又赚俾你捞？ 咁你以后打算点啊？仲有咩打算啊？人哋唔见咗份工啊，都仲有几个月遣散费啊！我睇见间公司嘅环境而家搞成咁，我都唔好意思开口啊。哼，咁你都算有啲人情味，不过我啊仲惨过你啊！你点会惨啊 ，boss？ 你个人咁本事，实搞得掂噶。 掂鬼掂马咩？间旅行社又冇咗啦，间公司又搞成咁结，以后都唔知点喺呢行立足啊！博士，天无绝人之路噶，谂过第二行啊！哈，好彩我呢档咧就肯为大班，如果唔系要我哋赔偿俾嗰啲客仔嘅损失啊，我就惨啦！博士吓？ 你几时都咁鸿运当头嘅咧？<笑>其实今次阿清嘅功劳都唔细，起码知我哋公司胜诉在握，唔使蒙受损失。另外一方面仲可以免费得到宣传添，真系一举两得。<笑>阿清啊，你真系够晒醒目喎！如果连朱丽都赚你有功劳啊！<笑>拍手，我够人嘅。我哋咁够人就好啦，又中机票又俾老细赚。啊，悭得咁多啊！ 知唔知啊？阿清做嘢数量，好负责任嘅。文哥，你都系一样咁负责任啫。系咪啫？系就好啦。喂，欧文，开香槟。等阵，喺未开香槟庆祝之前，我有一件事要宣布。就为咗奖励阿清今次嘅功劳，公司下个月开始加10%嘅人工俾阿清，以示鼓励。好嘢！鼓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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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希望以后各位同事都有阿清咁好嘅表现。嗯，喂，欧文啊，吓，我哋开香槟啦嘛。阿姨啦，多谢阿清。香槟，正嘢。有咩？阿清啊，你加人工宴请我饮茶。系啊，咁先系啊。妈咪，嗯，买衫裤啊，我请你食晏。 点解无端端请我食晏啊？嗯？睇你今日咁开心，梗系识得个靓女仔咧。姐，识你仔有咩咁开心啫？老细加我人工啊！加你人工？你喺旅行社做咗咁耐，我第一次听你讲话 boss 加你人工啫喎。呢个大器晚成啊嘛。Auntie，以为系清哥，都唔得闲嘅。 整定你有食神啦，食完晏陪我去睇模型。哦，我唔去啦，今日。Auntie啊，妈咪话今次呢批货咧有好多款女装，就价钱都几好噶。佢话叫你如果要咧，就早啲同佢落单。好啦，你话俾妈咪听，如果我睇啱咗嘅，我会打电话俾佢啊。Auntie 啊，咁我走先啦，我迟啲攞啲板俾你啊。Danny 啊，吓，一齐去食晏啦。哦，唔好啦，系啦，咁快走做咩啫？盏同我一齐去睇模型啊。唔去啦。 Danny 仔今日有约啊，拜拜，拜拜，Auntie，拜拜。你话 Danny 做咩咧吓？有女仔啩？<音樂>
晒，个个都掂晒。Daddy 啊，你话我哋啲花点样插好咧吓？好，你喜欢点样插就点样插，我一向都顺晒你嘅眼光噶嘛。系咪啊？哎呀，我睇插六支够啦。六支似乎少啲喎，不如插埋佢咯，好啊？咁你又话信晒我啲眼光嘅？系，我一向都信晒你眼光嘅。不过你又试下我嘅提议好唔好啊？嘛，又好，几好啊，插多啲好啊。啊，爹哋啊，同我攞把铰剪出嚟啊。哦，等我收下啲叶啊嘛。喺我哋房啊？啊，诶，喺梳妆台柜桶。好好。系，爹哋。系，爹哋。妈咪翻嚟啦，系啊，哇啲花好靓喎，梗系啦，我同你爹哋特登去买噶。咦，着到咁 fit 去拍拖啊？唔系啊，去打波啫嘛。打波？妈咪啊，把铰剪喺边度啊？都话喺柜桶咯。唔见啦，你入嚟搵啦。哎，你爹哋啊，零舍论尽噶，好，我有去啊。我帮你搵啦。唔使啦，你去街啦。哦。揾雲都唔見，都唔知喺邊度。爹哋啊，我話梳妝台櫃桶啊，你揾呢度梗係冇啦。梳妝台。啊，嗱，你睇大把鉸剪喺度啊。都係媽咪嚟咧。使乜講啊？哎呀，我啲花咧？係咧，點解唔見曬啲花啊？嗰個爹哋啊，攞曬我啲花去喎。梗系攞嚟送俾女朋友啦！呢啲系佢嘅杰作啊嘛！呢个仔啊，你知思思中唔中意玫瑰花？不过女仔多数都中意花噶啦，点送俾佢好咧？就咁递出？太老土。啊，我谂到啦，思思，我有啲嘢送俾你，不过唔系飞机大炮噃，你都系估唔到噶啦，等我开估把啦。嗱，我知道玫瑰花嘛。啲花好靓啊！我都话一份神秘礼物送俾你噶啦，仲好讲又话电台打嚟。思思啊，嚟啦，思思啊，你几时生日噶？十二月咯，我人马座噶。咁我九月噶，我系咩座啊？处女座咯。处女座，我爹哋系二月噶，咁佢又系咩座啊？咁咪水瓶座咯。我妈咪系一月嘅，咁佢又咩座啊？一月咪山羊座咯。我就话唔系啦。冇理由啊，一月应该系山羊座噶。但我爹哋不嬲都话我妈咪系贤内座咧。山羊座啊。都系贤内座咯。都系山羊座。咁我妈咪系贤内座啊嘛。你好中意打 tennis 噶？系啊。我打 tennis 好耐噶啦，啲球仔一起好咧，我差唔多日日喺度练波啦，到而家咯，都有翻两度。好嘢喎，我打年几咋？哦，咁你应该叫我做前辈啦，我打咗成两年几噶啦。哇，咁咪前辈，你要教下我啦。得，大家研究下咁啦。嗱，系咯。行啦。嗱。呢下咧就叫反手抽擊啦，腰力少啲咧，個波都會落網噶。嗱，呢招咧就叫金雞獨立，係專門我嚟打高波啊！睇住咯喎。哈，又幾得意喎！我都未曾見咁打法嘅。未見過就要學下啦，嚟啊，打翻局啊！好啊。
咁不如去腳扒。唔好啦，好熱氣噶。咁食海鮮啦。食海鮮，兩個人都唔知叫咩好。咁食意大利粉咯。都唔好啫，食到厭曬啦。咁啊，咁你想食乜嘢啊？不如我哋食魚蛋粉啦。好啊。阿老闆啊，唔該同我寫啲嘢啊。你食乜嘢啊？魚蛋粉啦。兩個魚蛋粉，仲有一碟油菜，不過要多啲魚蛋噃。煮多啲葱添啊！啲菜要多啲蠔油喎。啊，煮多啲菜添啊！啊，最緊要俾多啲河粉添啊！唔該，你落多啲鹽啊，我先食鹹嘅。哦，咁我要收多啲錢啦。阿爸飲咁多酒啊，冇益噶。啊，細路女多多事實。啊，等阿爸教你擺十三張就好過啦。睇邊個開門啦？鄰哥。喂，夫婦，做咩你肥咗啊？又肥人有肥福啊！你有冇啊？你把口越嚟越犀利啦，爸爸咧？喺嗰度咯。喂，湯哥。啊！點啊？有冇冇嚟心驚啊？喂，整幾多三張？仲十咩三張啊？你都唔係唔知道我而家做緊量地官噶啦，鬼有心機咩？量地官咪即係成日量地？喂，細路女唔好咁多嘢好唔好？斟茶俾叔叔。哦。啊，阿倫，後生仔咧唔使咁嘅，撈世界係咁噶啦嘛，使乜無釐心機啫？東家唔打得西家啫嘛。話就咁話啫，你都知噶啦。而家旺季就過咗啦嘛，仲邊有旅行社肯請人啊？唔該，點啊？有咩好路數啊？我係識介紹人哋做導遊咋，做導遊啊？做大街。騎牛揾馬咯，冬瓜唔打打西瓜啫。哈！你個咁嘅古靈精怪嘅，翻入房。翻咪翻咯。喂，講就講啦。帶著班蠢啲鴨仔咧，都幾好揾噶。點啊？有興趣啊？喂，我俾團恩你團你帶下。嚟嚟嚟，唔該，唔該，叫咩啊？三十啊！你們三個人，等一下，一二三，哎，很好啊！哎，這個料真的很好啊！我现在带大家去吃香港最有名的海鲜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要不我们去吧？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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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借你的海鲜呢、啊，香港最有名的了，顶呱呱有没有听到？来来来，说了，来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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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借你坐，借你坐啊！哎，别客气了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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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谢谢。哎，这里过瘾嘛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太好了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有啊。喂，整点朋友给你吃啊。喂，你们看，喂，你们看，这么脏的地方怎么吃得下？喂，快手啲啊，嘈啦！喂，来来来来来，哎来，来呀，来来来来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个东西吃太多了。对的，这个没有啊，无所谓的。这个东西啊，在香港很有名的，来嘛，试试看嘛。这种东西啊，我们在印尼也每一天都吃，哪里有这么肮脏？哎，话不能这样讲，香港这个东西啊。跟你们印尼的不一样，来来试试看。对，不是嘛？来嘛来嘛来嘛，赶快吃嘛！吃完之后我带你们去买那个古董啊，香港的古董嘛，最便宜的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来准备带，准备带，快快快啊！准备带啊！准备带，准备带，请来参观。
别客气哦，参观一下啊。好了，来吧，进来吧。这个是古董啊。吃饭了啊。很好啊，好，怎么样？不错，这个顶呱呱，好啊，侯爷啊，侯爷啊，卖多少钱啊？算便宜一点啊。好，500块算了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五百块呀，不要，五百块我要，我只我多买一个，可以吗？不要啊，你算过吗？一下，哎，随便干，随便干，就给我，我不，这个我要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很好啊，可以吗？我只做那个。各位，是不是啊？这里的老板有好的东西要给你们介绍，完了我都先看看，看，来了，哎，这个头骨不简单哦，这个是拿破仑的头骨，我要，很名贵啊，啊，对，真的是很贵的。我现在要带你们去一个很神秘的地方。啊，我们到哪里去？埃及。啊，什么地方？各位，现在我们开始了啊！这个片子啊，很精彩。欧洲来的，欧洲来的。现在这样子啊，现在我不多收，意思。每人收100块算了。100块，来，保证你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精彩的。快点嘛，钱已收了嘛，你还不来？快点嘛，钱已收了嘛。快走！什么？警察来了！我有个新的计划要同你商量。你讲。我想喺复活节嘅时候带一个团去台湾。咁冇咩特别啫。我哋今次用新嘅宣传口号，5蚊可以入房。5蚊可以入房？我计过啦，我哋每30人个团咧，就预一个位俾领队嘅。如果我哋夹埋两个团，用一个领队，咁咪可以悭翻一个位咯。公司又唔使出钱。又要藉住呢個噱頭嚟吸引顧客，咁都唔錯，我會考慮下。係啊，前兩日威威旅行社寄咗2張餐券嚟，好似係間 steak house 嘅餐券。你咪要咗佢咯。我一個人去都係用得一張啫，嗰張都唔知俾邊個。你可以約女朋友去嘅。我冇女朋友。不如你约朋友去咯。阿晶啊，咁啦，话
Captain。哦，原来呢只日文歌嚟嘅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我就唔好识日文，不过可以请你点佢第只歌嘅。唔紧要，我点嗰只浅啲嘅，佢实识唱。再点只 O'Neill， 真系唔好意思啦。呢只歌我唔系好记得歌词，不如我哋请佢为我哋高歌一曲。先生，可以为我哋高歌一曲吗？小姐，湯人健介紹我帶啲客嚟買珠寶。哦，對唔住，你買同我哋太子女講。哦，唔該。如果體育器請過嗰邊啦。好，謝謝你。呢個係 Irene 啊。你點知噶？喺湯人健先生話俾我知嘅。佢話呢度嘅太子女好靚啊。頭先我一入嚟，我就估到係你啦。我姓林，叫做 Alan。哦，原來是林生啊！我哋公司好多新貨噶，你得閒可以多啲帶啲客仔嚟睇下。哦，你哋公司啲珠寶設計得真係一流。其實我對珠寶都有少少認識嘅，不過當然唔夠 Irene 你咁夠眼光啦。隨便叫啲客仔睇下。好啊，哈！你對啲客真係招呼得周到。誒，請大家注意。咩啊，林生？你們看看有什麼合意的東西，如果要買的話。绝对要在这里买，是啊，因为这一家店子啊，是全香港价钱最老实的一家。真的，是啊，好啊，在这里，来随便看看啊。林生，你真系几识讲嘢噶？你又叫我做林生啦，都话叫你叫我做 Alan 就得啦。做我哋呢行最紧要就系讲口才，如果唔系啊，佢哋点会信你啊？咁啊唔使自带佢哋出嚟买嘢得啦。所以话我哋大家应该要鼎力合作先得嘅。咁希望我哋合作愉快。啊！呢度真系几旺嘅。系啊，我哋生意不嬲都几好嘅。通常咧成十点钟先收铺嘅。咁你唔系好夜就收工？咁啊唔系喎，我平时五点零钟就收工噶啦，因为夜晚我妈咪出嚟看铺。哦，有机会我会带多啲客仔过嚟。咁多谢你先。唔好咁客气啦，我都唔阻你，我去招呼下佢哋。好啊。各位，请注意一下，我现在有很特别的事要跟大家讲一讲的。对，行啊。因为刚刚那个新闻报告说，那个海鲜坊啊，就是吃海鲜的地方啊，对，那个海水呢受到很严重的污染，所以呢影响到那个海鲜呢可能会有毒。本来我们今晚上准备去吃海鲜的嘛，对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没办法了。只好的取消，取消，取消。那我们那我吃什么海鲜啊？吃海鲜，海鲜去了。哎，你们别紧张嘛，我已经给你们在酒店里头安排了一顿很丰富的晚餐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吃亏啊。那我们吃海鲜吗？没有海鲜，吃长江的面食怎么呢？什么特别吃什么？哎，林生，林生，我们有点事情上来了，今晚人数要给你安排怎么样？
女孩子啊？对对，可以啊。好啊。可是今天不行，因为今天的女孩子啊都放假了。放假？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绝对没有骗你啊。今天香港的女孩子啊，全部都是放假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女孩子那么真的吗？我们睡觉啊。这样子啊？对。哎，那很简单嘛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今晚上最好的节目，就是留在房间里头看那个电视机。看电视机啊？是真的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啊？有，香港的电视啊里头的女孩子都很漂亮的。是吗？真的？真的？哎呀，好，你们赶快回去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吃饭。哎，真的？真的吗？乜咁啱啊？系啦，咁啱嘅，今日唔使带团咩？要啊，啱啱送咗佢哋翻去酒店，今晚咪由得佢哋自由活动咯。乜你住喺呢头嘅咩？我唔系，啱啱准备食饭经过呢度啫嘛。唔啱一齐食饭啦？啊系啊，呢本杂志好多啲珠宝设计图样嘅，你有冇买嚟睇啊？冇啊。哦，咁不如一齐食饭先倾啊！我都有好多关于啲珠宝设计嘅嘢想请教你。好啊，我哋下次再通过。喂，大件事，大件事，有嘢派，有嘢派。彩咩咩咩咩？呢张你嘅。咦？呢张你噶 ？Julia 生日啦！呢张你噶？唔系你结婚咩？你结婚啊？娶唔到啫，有化妆部会系喎。清啊！呢张系你噶。你发烧啦！喂，机会到啦！你机会啫。Julia 生日啊，开个化妆舞会啊，请埋你去啊！你到时要扮得有型有款啲，知唔知啊？唔知佢到时扮咩？我扮咩型好咧？你话佢型啊？你扮盲侠最好啦，有型有格啊嘛。又关你事？唔系啊，如果你扮盲侠咧，就够晒特别吓。你扮盲婆仲够有型添啊！就想咧，自丑系啊。我谂到啦，到时我扮个型咧，要有野性啲嘅。诶，冇错啦，你扮野兽系最好啦。你扮老姑婆仲似啊！我嗰时着件雨褛，啲人眼金金望住我，唔知佢系咪当我系哥伦布督察啊？人哋以为你系《雨中怪客》嗰个露体狂咋？又关你嘅衰嘢事？似嘅咧，佢睇佢衰嘢真系。喂，阿青啊，我而家约七妹，你到时扮得有型有款啲啊，知唔知啊？记得啊，唔好失机会啊！拜拜。厌啦，真系识享受，一路听音乐一路饮酒，咁先够浪漫啊嘛！喂，坦白讲啊，喺香港呢个社会咧，如果自己唔识轻松下，好易黐线。咁啊系啊，即系好似我咁。Chris， 我觉得好奇怪嘅，你成日叫我去追女仔啊，你自己有咁多办法追女仔。乜唔娶翻个老婆？我眼角高嘛。嗱，你坦白讲啊，而家嗰啲十七八岁嗰啲孑女咧，我唔中意。我比较喜欢啲够成熟、
够风韵嘅女人，又要成熟，又要够风韵，咁好难嘅喎。唔止咁啊，我仲要呢个女人咧，要好有事业心嘅。唉 ，Chris， 你嗌过咁高，等十年八年都唔出奇。咁啊系啦，所以咧，我劝你而家咧，求求其其追翻个结婚就算啦，咪就好似我咁，想揾翻个自己中意嘅新妇啦。你知唔知啊 ？Julia 呢排对我几好啫。系？咁你仲唔去追？谂唔到办法啊嘛。哎。咁我嫁过你嗰啲咧，我照足去做啦。你睇我扮到而家成个绅士咁啦，又做呢样又做嗰样。咁佢对你点啊？咁上下。唉，系啊，星期六系佢生日，佢喺个化妆舞会啊。诶，啱啦，到时咧你最紧要表现自己。我唔识跳舞啊嘛。切，跳舞啫嘛，易啦。一二三，阿清啊，你身太硬啦，放远啲，放柔啲，轻松啲，嗱，再试下啦。一二三，都系唔得，你嗰只脚咧出嗰时唔好打横出，嗱直出，嗱第一步，揽一步之后咧，二三就拍埋只脚啊，再试下啦。一二三，哎，好正，二三。3 2 3，几好啊！4 2 3，妈咪，做咩你哋？你过嚟，呢个 Chris， 我妈咪。你好嘛，阿妈。我妈咪嘅英文名叫 Alice。Alice， 好嘛。你好，妈咪啊，阿 Chris 教紧我跳舞啊。系咩 ？Chris， 不如你同我妈咪跳，示范俾我睇啊。唔好啦，你哋跳啦，你个学紧跳舞啊嘛。唔系啊，妈咪，我好紧要啊，而家学紧跳舞，你示范俾我睇啦。唔好啦，你跳啦。嚟啊，帮下我啊！嚟 ，Chris， 我可以大声啲啊，劲。哦，知噶啦。唔好咁讲，我唔识跳嘅。清啊，睇住啦你。1 2 3，2 2 3。喂，净系我哋跳俾你睇都唔好噶喎。你要多啲練習下先得。啊，係啦，瓊啊，你幫阿青練習下，嚟出嚟咗你哋。你兩個試下。試下啦，唔緊要嘅咧。我試下啦，嚟啦，嚟啊，出嚟啊，出嚟啊！我唔識噶，偉生啊。得噶啦，我會教你噶啦。嗱，預備。誒，隻手係咪錯咗啊？你阿瓊隻手擺膊頭，擺喺膊頭，係擺呢度。嗯，兩個人埋啲，埋翻啲。唔好啦，我媽話唔好噶。唔紧要啦，琼跳舞啫嘛，嚟出嚟跳啊！嚟啦，试下啦，嗱，准备，嗱，数住节拍啦吓，嗱，预备，开始，1 2 3，2 2 3，嗱，出嚟个，1 2 3，2 2 3，点解你腰咁硬嘅啫？要软啲，要放软佢噶嘛。我條腰係咁噶，係啊，喺新世界中心嘅。哦，一、生意好嘛？幾好噶，我哋生意唔錯，我哋合運都係。哎呀，偉生你踩到我只腳好痛啊！林先生，你今天带我们到哪里去呢？啊，是不是去那个很大很大那个海洋公园？是不是？好玩，很好玩，好玩，很好玩。是是是。今天我准备带你们去买珠宝。珠宝？我们不去，我们七分苛责。好啊，苛责有女孩子吗？对呀，对呀。珠宝店里头不是有很多女孩子吗？你们昨天都看见到了。珠宝店，好爽。很漂亮吧？来来，去看看女孩子，好妞吧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请进来，请进来。
怎么样？有没有可以的？我比较喜欢这个。好嘛，这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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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一定有折扣的。我打给你啊。哎，我打给你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大仔。呢度啲嘢唔錯噶，呢間鋪頭啊貨真價實。你睇我帶幾多客嚟？係，呢度啲嘢好抵買噶，真係好抵買啊！嗱，好似呢只咁，個款式又靚，價錢又老實啦。呢度啲首飾啦 ，Alan 啊，呢個我媽咪嚟噶。哦 ，Andy 啊，唔該曬你咁好幫我哋宣傳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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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生，又烫好啦。等喺床度啦。哦。啊，系啊，等我几件烫埋佢。又烫啊！我已经烫好第十二件啦。咁你烫唔烫啊？阿勁啊，有咩事啊？你中意啲咩禮物噶？唔好意思嘅，其實送咩都中意啦。咁你俾個意見我。啊，不如送鞋啊。鞋鞋聲有咩好聽啫？咁送手袋啊！手袋，淨係送一隻手袋唔係幾似樣喎。咁可以送埋套衫噶。送筆。不代表濃情蜜意，筆我唔啱用噶，偉生。你唔啱用關咩事啫？我又唔係送俾你，攞埋啲衫喺張台。仲唔去湯？我件油脂裝正唔正啊？正，你嘅身材扮油脂曱甴，邊個及得上你喎？唔通你夠膽同我比啩？今晚就唔知邊個搶邊個鏡啦。仲有啊，我 partner 實醒過你啊。喂，我睇你兩個唔使鬥啦，因為你哋唔使旨意出風頭。點解啊？到時知啊。到時知。啊，真女，都话摆咁 fit 啦，梗系啦，正唔正啊？正啊，好正。不过咁喎，你今晚同我去啊，你咪仲威？我今日为威气尽晒。当然，你系我 partner 啦。快啲陪我翻去换衫啊！换衫啊？等阵，阿青啊，嗱，一样死党，帮我搞掂。得啦。哎，各位，阿老师姐，拜拜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Let's go， let's go。石佬啊，我哋走先啦。好，你今晚扮公主啊？我扮皇后啊。哎呀，今晚先扮啊，快啲啦，我哋走啦。拜拜，呢次咯。拜拜。啊，拜拜。唔該曬，唔好搶我鏡添啊，到時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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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
幾杯酒去邊度啊？哦，啲客人飲過，呢個廚房啫嘛。呢個廚房做咩啊？梗係倒啦。倒乜咁大聲啊？嗱，你將啲酒啊，嗱一杯一杯咁倒埋佢，咁你咪可以再俾翻啲客人飲咯。老細啊，啲杯飲過嗰啲客人唔飲得噶喎。我做咩唔得啊？你唔出聲咪得咯，你唔出聲啊，冇人話你係啞噶嘛，知道冇？係知道，老細。咁知道仲拎啲酒俾啲人客飲啊？係。美玉，啊好，喂，做咩啊？我告你無牌行乞。哇！呢條路唔係你嚟噶，喂，你都唔好咁嚇我啊！我有心臟病噶，如果你咁嚇我發啊！真係會成個散曬噶 ，boss 啊！嚇，對唔住啊，我不過想時時同你喺埋一齊，嗯，孖公仔啫嘛。咁啊，喂，誒飲酒，招呼唔到啊，非招呼唔到，呢個嘴咧能夠咁白嗰啲幾雄偉咧，真係冇得頂啊！你係啦，呢個英俊嚟，所以話靚就靚住呢下嘢。請問你中唔中意啊？我哋中意啊。嗯，又咁中意我，咁啊係啊。嗯，真啊。哦，哎，芝姐，哎，使乜抹氣啊？你個人客都未到齊，你咁快落嚟啦？啊，真係我，哎哎，芝姐，今日你大日子，嗱咁啦，各位貴賓。今天是孫大小姐的生日好日子，我們應該跟她唱的生日歌，好不好？好，聽著，一、二、三，唱！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歡暢，祝你生日……阿媽，你不是孫小姐來的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真對唔住啊，對唔住啊！對唔住，李家姐，上面落緊你啦。